这个一款呢是长剑十甲导弹武器装备，这款武器和2009年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的长剑十相比啊，我们这个武器装备呢作战的样式更加灵活，集成化信息化的程度更高，操作使用更加方便。教练都可以在前面看。我们现在目前的战车啊，前两个排面是东风15B，后两个排面是东风16。车辆呢，全部经过实弹发射，最多的一台车发射了7发导弹。